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哥，今天我来到位于头份的卡曼时尚美学，来进行我的秀眉初体验。系列流程讲解完毕后，老师会让你选择想要以及适合自己的眉型。今天两分钟啥都会。我觉得我自己画的很好看，痛感神经真的是完全麻痹。哦，这比我自己画的还好看。你知道我现在脑子在想什么吗？十年前的你没有那么专业，你十年前真的超台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你知道，漂亮。掉牙妹，那你当下喝看哈。从上次秀完到现在，已经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了。天哪，才一个月，头发就那么快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她结痂之后的眉形是非常的自然。重点是我现在起床，说我根本没有画眉，甚至顶着这样一头乱毛的去上班，或者是把头发绑起来，眉毛还是在的。那么非常感谢卡曼时尚美学这一次的秀眉邀约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三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